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很 special 的礼物。今天是 Tatum 生日，你知道我要送你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我要送你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台湾最前卫的生日礼物喽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你每天都在吵着要我帮你做的事情，我今天去找专业的来帮你做。招牌在这边我已经看到了，可是我上礼拜才挖过，我现在还掏得出东西来吗？拜托，那你为什么整天叫我帮你挖，还不开心一点？快过来。好。我觉得这些设备你等一下看一下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不要。先麻烦帮我们做一下基本资料的填写啊。好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像我大概每一个礼拜都会挖，这样我还挖得出东西来。这个是跟每个人的体质有关系，常常他的挖，他还是会有不断一直生成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挖，本身体质关系，他是没有模式。他最后一次挖做的时间大概是一两个礼拜前，每次自己挖都会觉得，好像。我可能体质比较干性，所以就觉得好像不见得东西，所以我有点害怕。我们才不是主要只有清洁，我们还有是舒压的部分。所以就像如果是没有意识的人，其实也是很适合做彩轮的。对，他近期就是会有一些耳石分泌的话，我们也是建议他也定期的来保养会比较好。他说叫我定期来的意思就是要分担你的工作量。我们可以一起来，很多都是家人啊、朋友啊、情侣啊等等的，因为我们这边最多的话有大概五个。我们都是这么多人一起挖。这顾客资料里面有写到聆听栓塞是什么意思？基本上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的耳道是看不到耳膜的话，我们就是称为聆听栓塞。看不到耳膜，所以我常常听不到东西是。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？你耳屎太多。我真的觉得你好耳背，你是不是有这个要播一下？已经躺下来了，你太快了，不然你等不及了。来看一下哦。这个O是什么意思？有想要看一下耳道里面的状况吗？我可以看吗？真的哦，稍等一下哦。我可以再去看哦，真的酷，好酷，好好玩哦。基本上的话，你的耳道都还是算蛮健康的，也看得到耳膜。天哪，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耳朵里面，好奇怪的感觉，耳朵里面长得好奇怪哦。你的耳朵也是蛮恶心的。什么？哪有？像外面这边啊，感觉起来就是成年的污垢。什么？就是大概四五年。没有吧？有一点比较好看。对吧？真的假的？是因为我没挖的关系？对啊。真的哦，真的是有关系啦。我自己有时候挖就觉得，没挖到东西，所以。因为可能看不到，没有挖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，就是把耳屎其实挖里面。对，左边比较脏。对，左边超脏的。它里面就是，而且里面还有一根毛。对啊，你可能就它掉进去了。那比较里面一点耳屎，就是你在使用棉花棒的时候把它推到里面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好好玩吗？孔雀毛。好可爱哦。因为我们面部有很多的神经啊，就是瘙痒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个好特别哦，好好玩哦，这个。然后把这试吗？可是其实它那个羽毛，一般人用好像会觉得痒，可是这样用好像不会特别有痒的感觉，好像就是有点酥麻的感觉。对啊。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哎？我突然觉得知道为什么 Tatum 每天都要叫我帮他挖耳朵，你现在才懂。你是真的完全不痛。你要看一下吗？可以看吗？怎么好像很厉害啊，好像其实也不太小片哦。对啊，觉得很少。是像你的夹子一直在里面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过。觉得怎么好像也没什么东西。有出来过？有啊。我怎么都没有感觉。
接下来是鸡毛，会稍微比较刺激一点点哦。鸡毛，嗯，好奇妙的比喻哦，我觉得很酷哎，这个真的是要体验过的人才知道。觉得这个好像会上瘾哎，真的好、哦、对，好好玩。一个月来报道一次，对，因为自己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。哎，这什么超酷超酷，这什么好好玩哦。音枪，我们耳朵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，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刺激啊，会达到舒压的效果。嗯，我就一开始以为就只是一般的挖耳朵，然后是专业的人来做，哎、嗯，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东西。嗯，那我觉得那个喜欢洗头发的那种人应该也会很喜欢这个。我觉得有完全一样，有那种被人这样子弄，就有一个很舒服。我们家还蛮特别，我们家还有发浴哦。什么？真的哦？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也是，就是大家脑压比较大嘛。哦、嗯、哦。那我们就是有研发了一个很特别的，结合发浴的部分，也是一样放松啊，去角质啊。芳香疗愈蚊香啊，到背部的舒压等等都有。我是一个很喜欢去按摩的人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我就很常去按摩、嗯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，我觉得有一个开发新世界的感觉。采耳服务有没有像那种按摩一样可以加时的？好会磨，一直在那边被掏，很想加钱加时加时。哎、欸，当我在讲话，换你来讲感想啊。我已经不想讲话了。哎、欸，太舒服了，是吗？对啊。你已经在睡觉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刚刚小睡了一下。你已经睡着，笑死。我觉得这些设备，你等一下看一下。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带回家，忙的是我，我不要。你自己过来这边。天哪，这个是什么？好舒服哦！前面在帮你的耳朵按摩，就是按摩，虽然它可能有时候也会带到一点耳朵，但是因为有穴道嘛，就感觉很舒服。我觉得舒服到就是这个手技，我会想要学一下自己按。那你就落了他的陷阱了，是不是？欸、对，不行不行，我只按我自己，不要帮按。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是好的。你少在那边。精油好香哦，这是什么味道啊？玫瑰吗？对，好像是玫瑰哦，很香哦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是，它是整个人类感官的那个听觉、触觉、嗅觉，天哪，这个很全方位的放松哎。我现在耳朵边的这个火，离我的耳朵有多近？还很远呢、欸，还很远。你感觉到生命危险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个火好像离我越来越近？还很远，没有啊、欸，我觉得很舒服啊。我觉得是很舒服，只是我刚好有看到火焰在旁边。我这边的肩颈也是很紧嘛。哦，对啊，两边都很紧。怎么办？他说我两边的肩颈都很紧。他好像在暗示什么事？对啊。你的头怎么了？我的头你好像怪博士哦。我觉得好像神清气爽。对啊，我睡了一觉起来。那这个根本就是按摩界的 4D 耶。我们还有几点活动，所以其实、哦、如果是抢客的话，它更超值、嗯、哦，真的、嗯，你眼睛亮了。那我现在要带你们往秘密通道走了、嗯。好。你看，根本就像咖啡厅。这边可以点餐吗？而且后面还可以看
夜景。对啊，这边视觉很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想喝什么饮料？哦，还真的可以点餐。对，而且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可以点。江江，你往后看，你看 Happy Birthday。这个是为我做的。对啊，为你做的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因为这边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庆生的服务。哦，本来是因为你而过来猜的，但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是超级享受的一件事情耶，真的颠覆想象。因为我本来以为听到柴耳是就是主要清洁耳朵为重，但是我来到这边体验，我觉得是整个是全方位感官的一个疗愈疗程的感觉，然后按摩的比重很多，然后还有头部啊、颈肩啊，就整个身体就是很轻盈，然后就是神清气爽。那你刚刚是不是也超爽？来，左心。柴耳朵我一般都只给自己亲密的人，做这件事情。但其实我给自己亲密的人做的时候，我也是会有一点紧张跟抗拒。你只会给亲密的人侵入你的私密处。对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在这边柴耳，它真的没有让你有侵入的感觉。我应该也是第一次给陌生人。就是把我的耳朵交给他，他的手技可以让我感觉到他超级稳，我不会害怕他会弄痛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重点是，你看这个蛋糕啊，连这个蛋糕都很好吃，因为通常这种送的，吃一口看看。好，老实讲，这种送的蛋糕常常会是可能好看，然后不一定好吃，它的蛋糕是这么好吃。哦，而且上面的字也是他们的人自己写。对啊，真的是太多才多艺了吧？这还会吃这个柴耳按摩，然后又还会画这些，这太厉害了。那柠檬口味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好吃哎，真的不是随便蛋糕哎，因为我以为你知道吗，就是在市里，但是很多地方这种蛋糕是不好吃的，所以真的觉得来这边庆生太棒了，对不对？你等一下去看一下他那些器具到底哪些。我不要，你过来这边就对了。哎，你不觉得这个真的是平常可以定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舒服，因为它其实真的还蛮便宜。哎，对，我觉得是超级超值 ，CP 超高的这个价格哦，是比一般就是。跟一些比较便宜的按摩是差不多，然后按摩的话还有更贵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亲民。那它还有几个课程啊？我们今天是 C 课程，70分钟啊，也有更久这样子。特别是在东区、啊。对啊，在东区，这东区这个价格真的太佛心了。那你看它这个咖啡机也超棒的，就是假设你是来陪同，真的没有要一起享受，那你可以一个人来这边，无限长也在那边坐着等，你知道吗？也不赖。这个很好的环境，而且重点是这边很安静，然后又很干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很喜欢哎、欸。好，我是 First Day 酱，如果觉得影片有趣的话，一定要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，您的鼓励是我们很大的动力。那今天就看着夜景结束，今晚拜拜。